别小看梦魇，真的，我太小看他了。第二条血，第二条血的时候要先把暗龙石打开哈，不然下一关会 GG 啊。啊，有暗龙石的情况下呢，这个下一关的上只有200多万而已，就是在搞笑的。然后就可以一直黏，一直黏，一直黏，一直黏。下一关越战越强，越战越强，血量只有400多万。然后再来是这个随机一只吼，不管是哪一只，不管是哪一只，哦，这一只很简单啊，这一只算是很简单。然后再来第八关，第七关会有一个整班锁定，这边就开八龙就好了，很简单。然后最后呢？第八关有一个附加家族技能重置，所以你的暗龙死就会不见，但是完全没有差，因为我们这队没有暗龙死还是很暴力的。没有暗龙死的情况下，因为这队还有很多剑，所以呢，一样可以靠平砍打死他。那这边你可能要小心一点哦，因为它会有燃烧。哎，居然没有打死，但是没关系，再打一拳，再打一拳。然后再来就来到王冠啦，王冠呢会有一个魔妖以外锁技能，所以这是我们要带暗妹的原因哦，不然其他技能都会被锁起来。暗妹开起来。然后水龙石也可以开好了。我这个平砍是很强的。那最后呢，再开个这个。好，这个梦魇级应该是3分钟就可以打完一场。光龙石主要是要他的剑啊，他木龙石也是可以的。